That's Chris. We actually found Chris, which is so cool, and he's getting married this summer, he says. Speaking of summer, we actually have a special guest right here, and his name, if you translate it into English, it would actually mean summer. 其实我们的特别来宾跟夏天还真的有关系耶。 胡夏已经来到现场喽, 要不say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这是什么歌好? 这个我们先听一些歌, 然后回来再来聊你的音乐。 好的, 好开心今天认识你了。 谢谢, 也恭喜你啊。 哦,好紧张。 no problem. This is Like a G6, and by the way, their album is coming out real soon, on the 14th of this month. That's coming up in just another week and a half, next Friday that is. So enjoy the song by Far East Movement. Oh yes, my favorite band from last year's album is going to come out in 10 more days. 好期待,再过10天就可以听到 Far East Movement. 这是个最新的专辑, that is Like a G6 right here on ICRT, and I love this group. 其实很喜欢这个团哦，当然呢，第一个音乐好听，第二个呢是他们是在美国的一些亚裔啊，四个人合在一起呢，然后呢一起喜欢音乐，在LA的这个所谓的K-Town, Koreatown, 就是韩国城啊。 这边平常呢，在七八年前就开始在表演，在奋斗，然后现在呢，终于被美国人给肯定了，也出了专辑了，也把这首歌呢打到这个告示牌排行榜的第一名了。 And so that's why I really support them so much. Like I support our next artist, and he is just as hot as a summer's day. And he's from China. He's part of 1 Million Star, 也就是星光大道第六届的冠军得主。 我们来欢迎，再次欢迎胡夏。大家好，大家好。嗯，哎，你自己本身哦，会听这些西洋歌曲吗？我会，你喜欢？我还是很喜欢听的。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其实蛮多，我就在听啊，比如说 Lady Gaga， 呀，我其实听的蛮多，但是就是不会唱。谁知道，搞不好有一天你就要来唱这种歌啦。当然，听你这个专辑呢，就不会知道说你到底比较喜欢哪样的歌曲，因为毕竟还是比较偏抒情一点的这样的一个专辑。可是很适合你的这个 personality， 你的个性，你的外表和你的歌声，当然把这个歌词跟歌曲呢都带得非常的好。嗯，谢谢。Yeah，first of all， congratulations 哦，要恭喜你两个事情嘛。第一个是冠军了哦，第六届，上一届，现在是第七届了嘛，对不对？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专辑呢也才刚刚发行，是12月底的时候。对，12月17号发行。Yeah, it's been two and a half weeks now, huh? 两个多礼拜了哦。是。胡夏，其实你的名字听说，本来要叫胡爱夏，所以才会在这个专辑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爱在中间。是，因为我的名字是跟爸爸妈妈姓，爸爸姓胡，妈妈姓夏。对。对，那然后我刚刚出生的时候，就是。 邻居啊，就住在家旁边的邻居，就是说，哎，爸爸妈妈那么恩爱，干脆你们的小孩就叫做胡爱夏好了。对。那所以我小时候大家都叫我胡爱夏，是这样。只是我不知道。那后来爸爸妈妈有告诉我，那这张专辑叫胡爱夏，也就是说想送给爸爸妈妈一份礼物。OK， 对，那你家里只有你一个小孩吗？OK，我想说，那另外一个怎么办呢？要春夏秋冬都弄。不过刚好是妈妈的名字，刚好妈妈的姓是夏，然后爸爸的姓又是胡，那当然你就本姓胡了，胡爱夏很适合。That is so sweet, you know. The reason he calls himself his Chinese name Hu Aixia, which means who loves Xia, because his father's surname is Hu, and his mom's surname is Xia, and so therefore Hu Aixia. 还好不是什么胡琴或胡来胡说这样子，胡夏就 OK. 是。Brand new album out for 2-3 weeks now, and we're gonna play some songs from this album real soon. Stay tuned. 我们先进个广告，我们还有娱乐新闻。娱乐新闻完了之后呢，回来呢再深入了解一下胡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然后呢，你对这个音乐呢有什么样的看法？还有当然要播你的歌曲了。好，谢谢。Okay, stay tuned to ICRT FM 100. That's music from Hu Xia, and it's called Ai Xia, which is taken from his name, literally. And it's his first track off of his brand new album. Hu Xia is right here with Ai Xia on the jam. 这个好听的歌声啊，真的，而且我坦白说了，我觉得你的，其实你年龄，你才二十岁嘛，对不对？听起来那个不是说声音，是那个感情的方式啊，感觉蛮成熟的。 是哦、可是问题，听说你并没有太多的爱情经验呢、啊。对，是没有。
是因为很少还是完全没有？没有，有暗恋过对象，有暗恋过，在初中的时候，因为我是因为家里面人都是老师嘛，就是对，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大舅小舅，那我在那个大学校园里面长大的话，比如说我做了一件错事，或者是我犯了一点错误，对，大家都会马上看得见，就告诉我家人，对，就没有办法，就是瞒过他们的眼睛这样。对对对对，那个 focus 太多在你身上了，所以对，就没有办法啊。那然后就是因为外婆就是一直传输这种感觉，就是你就是现在我回去，她会跟我说，你没有到30岁，你就不要谈恋爱了 ，OK， 你要先好好学习，要先好好的把工作做好，这些事情都做好以后。再去想这些东西，那所以我有过暗恋过对象，在初中，那我当时喜欢过那个女孩子，我有给她写情书，因为没有手机，那我写了一封很长的情书，后来发现写完之后发现字不太好看，就叫同桌帮我抄了一份，重新写漂亮一点，抄了一份之后，我就给她，给了她之后，我就让她约她出来看电影，有啊，对，我约她出来看电影，但是我不敢一个人去 ，OK， 对，那我就。找了四个男生陪我一起，那等于我五个人和一个女生看电影。等一下，你不敢一个人去，那表示女生敢了，是不是？女生其实她是很期待，是跟你一起去。奇怪，怎么找一些张三李四的出来这样子？不是，女生是一个人出来没错，但是就通常都是女生才会说，哎呦，哎，朋友一起是是是是，你反而是找兄弟一起。对，我反而找了四个兄弟一起，然后就反正看完电影之后就没有再联络了，就没有再联系。后来就是过了蛮久了，还好我以为你要说啊，他结果爱上你的朋友了，那就更难过了，就会更后悔了。这个我不太清楚，没有去 follow up 了。对，但我好像就最后有听说，就是女生有在就是在宿舍里面读我的情书，那我就觉得有很受打击这样，我觉得我这么用心去写啊。就是受挫一种感觉，对。不过这就决定跟你讲了，因为你家里的背景的关系，都是老师，对，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当然第一个念书要念的会更辛苦了，我觉得，因为那个压力跟那个标准呢，可能会比普通人还要再高，然后学校里的其他的事情呢，也会被盯着，对，所以可能即使我觉得父母没有直接跟你说，但当然你刚刚是讲是有说30岁之前。不准谈恋爱哦。是外婆这么说了。哇塞。对，其实，爸爸妈妈就现在还不会那么的，不会那么的，不会再说这个了。OK。对，就觉得是，对对对，那你长大20岁了，那就自己去看办 right. 这样。Never thought of it that way, you know. If you come from a background where, and that's what his background is like. His parents, his grandparents are all in the educational field. They're all teachers, and so since he was little, he had to be. I guess disciplined in a way, you know, for school work and also his love life is always in focus. So he never had one. He was afraid to have one. 会很怕说被家里人发现，其实你有，所以暗恋这件事情也没有太让这个，是不可能会跟父母这个分享暗恋的事情啊，对不对？不可能的。对，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是，我记得那一次很奇怪，很奇妙，就是我们晚上会有很多同学聚在一起玩，在学校里面那个花园。那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女生去买东西，就单独去买东西。然后我们就是在路上的时候就看见我的当时的班主任，就是我初中的班主任开摩托车，开机车就是过来路过。我当时已经就是超你就要躲了那样子，就很害怕。对啊。Yeah. 就到那个程度，那个时候。对对对，所以心里有一个无形的压力跟阴影。对对对。那怎么办？现在突破了吗？现在女粉丝应该很多啊。是。对不对？对对对。然后看到爸妈出现就，就要也还是一样，已经习惯要退三步了那样子吗？其实现在就还好啦，现在还好。Yeah.Again, he's the winner of 1 million star from last year, 也就是星光大道第六届的这个冠军得主胡夏，或者胡爱夏都可以了哈，还是叫你胡夏比较亲切一点。with his brand new album out here and talking about his experience growing up, about coming from an educational family and about how he has never been in love, but maybe soon, who knows? But right now, here's another song about love.虽然呢没有这个爱情真正的经验，只有这个暗恋的这个经验哦，但是你觉得爱都是对的。这是你另外一首歌。是，这是一首歌、啊。你突然觉得，这不是我的歌吗？不是，我是说，这不是我的想法，好像。Let's hear it right here on ICRT FM 100.
Hey, you know what? We can even open up the phone lines if you have anything you want to ask here with Hu Xia. It's 8522 rather. 8282. If you want to call in, you can do it right now. But right now, 爱都是对的, here on ICRT FM 100. 爱都是对的. Love is always right. 我们要让你练习英文啊。 不要了啦。 应该从你的歌开始啊。 所有的歌都要给我翻。 对不对? 现在啊。 有没有? 这个最简单啊。 爱都是对的啊。 Love... love, yes, yes, love. 然后都是对的, 对的应该怎么样? 对的。Right. Right. Yeah, right. 所以... Love. 都是。 所以是, love or right. 也不对啊。 应该说, 有时候, 还是常常, 还是永远, 那不是, sometimes, usually, 再来就是, 那就是, always. Love. Right, always, always, sometime 你这个爱都是对的是 sometimes 而已嘛应该都是嘛对不对 都是那应该是 always always 永远都是对的 那应该整句呢 love is always right love is always right right yeah give it up for 胡佳 好紧张哦别这么紧张啊你在星光的时候有这么紧张吗 应该更紧张了吧一直都蛮紧张的对啊而且当时在上面啊因为 当时不用太多说话，那当时陶子姐主持人，陶子姐就经常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就答不上来，然后陶子姐就说，那我们开始唱歌，开始唱歌吧，对，尤其陶子她的反应又很快，对不对？陶子姐，对对对，经常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可是她很照顾大家啦，对，然后不是那种刻薄型的，你知道吗？对。 这个胡夏你自己本身小时候，其实你现在也不大了，不过就是你有崇拜偶像像这样子吗？男生也会啊，也会贴海报什么的，也有可能。其实没有贴过海报了，但是我有偶像，我的偶像是张学友。听说 Jackie， 是张学友。那我记得是我在初中的时候，爸爸带我去看他的演唱会，他在南宁开的演唱会。那当时我们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很远很远，看他出来就是一个小点。那我拿了一台军用望远镜，我去看了他整场，看完之后，哇，真的是从一出来就把我深深震撼。 Inspired 哈，对，然后唱每一首歌都结束。对，我觉得他真的是在用心去唱每一首歌，尤其是这个张学友，我觉得张学友这种 concert 啊，歌神啊，真的是哦，不管你坐哪一排啊，对，都可以震撼到啊，被震撼到。觉得每一首歌都被他赋予灵魂，一样，就深深在抓你，每个地方就抠你一下。Good, I think you're doing the same thing. You're on your way, okay? We're gonna take a break again, and we have one more song from Hu Xia after the break.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拍拖 right here on ICRT FM 100 again as I said this is so different 这真的不一样的音乐形态出现了你自己说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子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就是这样比较重节奏然后带有一些摇滚曲风的歌对而且你的新年希望是要希望拍拖吗 新年新希望就希望就是大家都健健康康。谢谢。我觉得健康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其实胡夏呢就又要回到内地去了，但是呢，在这个礼拜六呢还会有一场这个跟粉丝见面的机会。这一次最后一场那个签唱会是会在西门町联合医院前广场。前面会唱。 还是只是签名？应该是先唱，唱完再签名。Good，All right，All right。It's his signing and singing session, of course, coming up this Saturday, 3 PM in 西门町联合医院前广场，3 PM开始了，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周末呢，有去处了谢谢胡夏来到我们现场。谢谢。有机会再回来你回到台湾的时候要通知我们一下谢谢，我还要来，下次我的英语一定会有进步。好，我期待。那我们就接一些这个国际性的电话。好，好不好？国际性。谢谢胡夏啦，拜拜。